摆锤的队伍好长啊，排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我们了。你好像脸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不舒服？不然我们不玩了，先陪你去医院。感冒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不要玩这种刺激项目了。哎，周静文要玩吗？不了不了，我恐高，不能玩这种。好吧，那你们帮我拿下包包，在下面看我英勇的身姿吧。请各位游客尽快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我们的大摆锤马上就要启动了。哎，我的安全杠怎么好像锁不住？我的安全杠没有锁住啊！等一下，停下来！不要！天哪，死人了！快点打120啊！